胖虎来，哎，来胖，你跑啥？怕还怕胖虎啊？来胖虎，来吃猫草了。胖虎不吃啊？这么膀大腰圆的不吃猫草啊？嗯，那咋办？嗯，你们吃几个吃吧。外边风好大，来，大家一起吃猫草。那胖虎不吃猫草，来，我有2手准备，2手准备啊，2手的就不新鲜啊。给你吃点营养膏啊，我给你打开。胖虎来，杨俊让胖虎吃一口。胖虎来我们家，他还没有正经吃过，哎呦。哎，还行。胖虎最早来我们家，他不太习惯，吃的时候他也没吃。现在就完全融入我们这个家庭了。嗯，来，英俊，嗯，英俊应该给你买那个红色的那个营养膏，完了就像口红似的。给你抹嘴唇上，要不你这个黑嘴唇老是有点太嚣张了。嗯，不吃了，不爱吃这个呀？我也有，我像吃猫草太快了，吐的也快。来来来，好了好了，哟，你俩怎么还能不哈对方呢？太难得了。嗯，胖虎在这呢。嗯，好看。胖虎，你走你的嘛，你老前的偶像干什么？好看，你吃这个怎么这么不在行呢？果果，果果来，果果，是啥？以前都吃嘛，现在又不吃了。好看，你瓜舔，你跟我玩。猴皮筋儿呢，一抻的一抻的的，要给你个果丹皮，你吃的更费劲了。那玩意儿筋豆，你这么软的东西，你几下就给舔进去得了呗。下来吃来，你都还舔地下了，什么玩意儿啊？偶像啊，偶像吃吧。我以为果果呢，果果吃吗？嗯，吃了点儿啊，给。嗯，这个，快，谁把这个舔一下，吃了。哎，好嘞，果果属于拾金不昧啊，偶像属于喜新厌旧啊，只吃新的，啊，再给你点儿。实际上，这个营养膏也一次不能吃太多，吃太多可能也会容易闹肚子。好看，去吃去吧。你不要瞅我嘛，你吃那个猫草。猫草比这个营养化毛膏、化毛球更好，所以你们要吃天然的最好。你瞅红英俊那个怪癖呀，不吃猫草吃土，嗯，吃土能吃饱啊？你土行孙呐，怪不得你鼻子那么黑，你吃土吃的哈，哎，你就玩儿，你看他不正经吃，玩的就一本正经的样子。行，你玩吧。